在刚刚结束的澳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金花李娜是又创造了奇迹，在先是一盘的情况下连扳两盘战胜了网坛名将美国的大威廉姆斯，与郑洁呢一同会师了女网四强。至此中国金花在澳网的征战之路已经创造了新的神话。郑洁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曾经排名女子网坛第一的海宁，而李娜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美国的小威和白俄罗斯的阿扎卡伦卡之间的胜者，也期待他们创造新的奇迹。